会希望说可以尽量的早期诊断，一力做早期的治疗。那只有陈正英做早期之后，他会有这种疾病吗？其实因为不同的疾病，不同的乳腺疾病，它的治疗方式其实会差异的非常大，所以可能没有办法一概而论。但是通常还是要持续回归原来门诊追踪，并且定期使用药物，才有办法做到更好的疗效。好，不好意思，不用。